两个一样，啊，这个看得到，你可以欣赏，那就没有小朋友看得远，看得远，就让他会动，啊，这用手摇，他听音乐都用手摇，所以其实是一样，所以我们机构其实就应用在很多地方。那以前我学机器人啊，都很讨厌电子的，学电子，他们都很厉害啊，就弄弄控制就跑出来，啊，自从有了 Arduino 之后，他们就死定了，为什么？电子科做的东西，像我们学啊，电子科做的东西都。